雄的财政情况传来好消息，继110年后，去年再度零举借，且成功达成减债100亿的目标。市长上任是109年的8月嘛，那我们从市长上任的到现在到111年的12月的话，我们总共减债的是减少了106亿，所以已经突破了我们就是要减债100亿的一个目标。高雄长期债台高筑，财政情况相当窘困，即使过去2年减债突破100亿元，但截至去年底，公债仍高达2387亿元，稳居6都之冠，整整比负债第二名的新北市还要多出1355亿元的债务。市府团队持续努力，期望今年也能零举借，努力减轻债务负担。我想债务的控管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那我们111年已经确定可以零举借，那当然112年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啊。这个我觉得努力把债务控管一直是我们的目标。市府今年积极开源节流，努力招商引资，拓展财源，推动促餐绩效高居全国第一。去年上半年招商投资金额就高达620亿元，较109年成长了130倍。市长上任以后，我们一直在推我们高雄一个 S 廊带。其实这样子的话，你整个的话就会很多产业愿意进驻，市府就是提供了很多的基础建设，然后招商引资，让厂商进来的话，厂商进驻，商业产业繁荣的话，向来都带动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，那相对后续就会有一些的收入就会溢注市库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连带性的。自有财源的部分也从100年的699亿元在去年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，112年更达到1100亿元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就是在整个市府团队大家共同的努力下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交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，所以这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。高雄今年积极转型，力拼招商引资的同时，也严格控管开销，但到底何时才能摆脱六都负债王的标签，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。记者潘志光、苏于文高雄报道。